玩什么？抓到什么就玩什么。百迷你蛋仔小汤，吃来白小汤，快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开店前先吃起小汤，说明书，摆好盘子，真的好逼真啊。我说再来装饰一下小摊。你没有幻想过自己做摊主吗？煤气灶，鸡蛋仔小锅安排，摆上大家的挚爱冰淇淋鸡蛋仔。本店有四种口味鸡蛋仔，橘子、蓝莓、22岁、草莓片、糖栗、樱桃、糖果棍、奇异果、饼干、牛果芝士。开始营业。客人，你要吃什么？让我好好看看菜单。我要吃你们店的招牌。好，这边就原味了。放上面团，用力压下去，在火上烤一烤，新鲜出炉，嘎嘎香的嘞。挤上奶油冰淇淋，给你最尊贵的客人小料加得满满的。最后淋上巧克力酱。你的蛋仔冰淇淋多少了？多少钱？10块钱。这看着就好吃，再做一个草莓味的。最爱的挤酱环节，你们还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记得点菜。